雪来了。陈公公，你东厂的人是越来越能干了。尤大人何出此言？锦衣卫护驾随行，可日头高升迟迟不至，难道不是叫东厂的贩子设计引开了吗？陛下不想兴师动众，还请尤大人莫怪。哎，你看啥呢？老伯，这么大年纪还要下地，您可真辛苦。一看你就是城里来的公子哥，游手好闲的什么也不懂，种地都不勤快，上赶着挨饿啊。哎，人们都说春耕夏耘，秋天丰收，自然得下地忙碌，等到了冬天总可以歇息了吧。冬天还得服徭役呢，要是干不好那是要掉脑袋的。鱼，能让我试试吗？爷，我少年时也同爷爷下过地，学过一些。好，你试试。公子，这可使不得。你站回去，别碍事。鱼，老人家，既然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不去做买卖呢？买卖是你想做就能做的，祖祖辈辈庄稼人，老老实实种地，只要不碰上天灾，还能图个温饱。跑出去做生意。本钱呢，一天挑个担子跑个两三百里，赚个一两分薄利，碰上运道不好啊，连糊口都不能，还不如种地呢。哎呀，去，都是些什么人啊，问东问西的。哎，你出来，快走。陛下，这种野草叫割人疼，叶上有倒钩刺，容易割伤手，还请陛下小心。云州可真是无所不知啊。微臣虽然没有下过地，但是田间地头打探消息总是有的，知道一些不足为奇。这天下间最辛苦的就是种田的百姓，的确如此。天下百姓千行百业，何时不苦？谁人不苦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去玩吧。来，我帮你。老人家，我来。谢谢啊。没事，婆婆您住哪儿？我们送您回去。就在前面。谢谢。没事。进去歇会儿吧。好。来。在这守着。来，都进来。进来。你们都进去坐会儿，我给你们瓢碗水喝，啊！啊！
水了，你们稍等，我给你们打水去。老人家，我陪你去。谢谢啊。太祖皇帝当年初建养济院，就是想让孤寡老人、废疾者们皆有所养。可是，陛下，北京城养济院收留的孤老就有4500人，朝廷也是负累重重。天下之大，总有疏漏，你又何必自责呢？不，是朕做的不够好。朕昨日问，入京的流民到底有几何？一个个竟支支吾吾，百般遮掩，朕心里很难过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尽忠职守，这天下的百姓或许会好过很多。从前皇族与皇考忽略了你的才干，今后朕会让你施展所长，干你真正该干的事。水来了。哎，来，先喝碗水吧。谢谢。来，坐吧。哎，让巡安御史各地重新核查，凡按律法可入养济院的，若所在官拒不收养，一律重杖60。谁再敢从中克扣，定严惩不贷。是。陛下，该回宫了。